尊敬的醉花林俱乐部第一副总理黄海清 PBM， 司理陈可成先生，以及董事陈才勋先生，后任坝石区域总监陈海强卓越讲员，市场总监蔡杰胜卓越讲员，前坝石区域总监郑天登卓越讲员，他也是今天晚上的主讲嘉宾，前国际讲演会理事傅金祥卓越讲员， L 区总监陈泽奇卓越讲员， L 万分区总监翁慧珍高级统级讲员，高级统级领袖，后任 L 万分区总监刘燕芬升任讲员，醉花林华语讲演会顾问郑来发先生，创会会长李崇海，会长白秋美，高级统级讲员，高级统级领袖，各分区总监，各分会会长，友会会友，翠花林华语讲演会的会员们以及来宾们，大家晚上好。好，谢谢大家鼓励的掌声。我是本会的会员钟珍妮，今天担任今天晚上的司仪，那么希望今天晚上在我的穿针引线线之下呢，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还有难忘的夜晚。那么今天晚上呢，我请代表本会感谢大家在百忙中抽空出席今天晚上华语讲演会2019-2020年执委就职典礼及第78次的例会，再次谢谢大家。那么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又过去了。这一年由我们白秋美会长所带领的执委团一起创造了今年非常精彩的一年，而且呢，他今天晚上特别安排了这个环节。那么呢，我们待会要观赏的这个花絮，他想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能够一起来唱这首歌曲。他特别选的这首歌呢，是《我相信》。我希望呢，大家一起观赏我们2018-2019年度的这个活动的花絮，也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好不好？好。好的，那么大家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起来哼唱这首歌。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大家都有这个正能量，还有这个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来，也一起手拍起来，好不好？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想做的梦从不把别人看见，在这里我都能实现。大声欢笑让你我肩并肩，何处不能欢乐无限，抛开烦恼勇敢的大步向前，我就站在舞台中间。我相信，一起来。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人我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花絮都非常的精彩。那么每一个环节呢，都让大家有一个非常难忘的，而且呢充满了正能量。还有你看，我们也成立了我们这个翠花林的舞蹈团，哇，好精彩。还有我们每一次的这些例会的活动，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想到向前，我就站在舞台中间。
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I do believe， 我相信。因为我们大家都相信，所以创造了这么美。一起来。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热闹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I do believe。大家有看到了，我们很多旅游的活动非常非常精彩，还有很多的晚宴。哇！正能量，感觉到那个能量。我觉得呢，因为我自己都被感染了。其实呢，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在这个讲演会里面呢，学到了很多。因为我自己本身在我的这个工作里面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担任今天晚上的这个司仪。因为我相信我今天呢都可以做到，尽量呢把最棒的呈现给大家，谢谢您。那么呢，刚刚看到呢，就是我们白秋梅会长带领了我们2018、2019的这个团队，那么执委团一起呢创造了这么棒的这个业绩。因为真的，因为他们相信，大家看到了，我知道你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因为为什么要特别注重这首歌呢？很多人是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也做到了。还有呢，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跳过舞，他们也去做到了。所以呢，我们的讲演会不是只是在台下讲演，而且呢，真的是能够做到呢，真的，就是让这个讲演会呢更加的精彩。就是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有没有？就是我们这句话，精彩讲演，灿烂人生。好，希望呢，我们接下来会有更棒的这个就是更多的、更好的要呈现给大家。好的。那么刚刚呢都看到了非常澎湃的这个气氛。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心情就是沉淀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的这整个的仪式。在这里呢，我们要有请醉花林俱乐部第一副总理黄海庆 PBN 为我们致辞，掌声有请。醉花林华语讲演会会长陈荣贵先生，前任会长白秋美女士 ，M 区总监陈志渠先生，各区总监，讲演会的会友、来宾、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好，我请代表醉花林俱乐部全体董事热烈祝贺讲演会2019-2020年度新执委走马上任。在此
我衷心希望新任会长陈荣贵先生能够带领讲演会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古寒来。醉花林华语讲演会是国际讲演会80区 L 区的一个分会，自2012年成立以来，在创会会长李崇海先生及历任会长志伟的带领下，在全体会友的努力，一直在不断地成长和进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骄人成绩，获得了无数的奖项，培养了很多优秀的讲员，可喜可贺。本人曾经多次出席过讲演会的例会活动，亲眼目睹了新老会友们在醉花林优雅的环境里聚聚互动，坦诚交流，吸收新知识，自强自强自信，增强自信，提高讲演技巧。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希望今后每一次例会都有让人惊喜的亮点。讲演会过去的成长、现在的壮大以及未来的发展，都离不开醉花林俱乐部这个坚强的后盾。过去的几年里，讲演会对醉花林俱乐部的会务活动给予大力的支持及协助，借此机会，我代表全体董事向历届会长、历届执委及全体会友表示真诚的感谢。也向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问候，希望讲演会一如既往地支持醉花林俱乐部在弘扬潮州文化方面的各项计划及活动，大家齐心协力举办更多更精彩更有意义的活动，让古老的醉花林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这良辰吉日，我衷心祝愿醉花林讲演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更美好的成就。谢谢大家。掌声谢谢第一副总理黄海清PBN为我们支持，感谢您，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黄海清总理，因为呢我觉得他每次呢都给予我们很多很多的鼓励。那么今天我们的晚上的这个茶点也是他报效的，我们给予他一个掌声，谢谢。好的，请接着呢我们要邀请国际讲演会80区域总监陈海强上任讲员致辞。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我们的这个仪式，就是2018年2019年度执委卸任的这个仪式。那么在这之前，我们要邀请主持人上台之前呢，请我们的执委团到台上来。好，
有请我们的执委团事务长邓我安，副事务陈荣贵组长。来，有请事务长邓我安。事务长陈荣贵组长。财务长杨燕兰，副财务陆素娇组长。秘书长廖一斌，副秘书张秀娟组长。公关副会长杨新丽，副公关黄文玉组长。会员副会长翁慧珍，副会长李文顺组长。文教副会长许智慧，前任会长李庆昌，会长白秋美。好的，现在我们以热烈掌声有请 L 区总监陈泽奇胜任讲员主持2018年2019年度执委卸任仪式，有请。醉花林俱乐部第一副总理黄海清 PBM， 醉花林俱乐部第四副总理蔡基典，醉花林俱乐部司理陈可成，醉花林的董事陈才群，醉花林的执委们，讲演会80区的执委们 ，LGB 区的执委们，会友们，晚上好。好。今天我要为这些英雄们啊做一个卸任仪式啊，在这个卸任仪式，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2017年啊。就是在美国啊，奥巴马和这个哈利王子啊，他们有一个这个交谈，所以哈利王子就问奥巴马，什么是领导，领导到底是什么？奥巴马就跟他说，领导呢就好像是一个接力赛，每一个总统啊，每一个领导时期呢，算是跑了一圈的这个接力赛，接着呢，你就要把这个棒子交给另外一个领导，让他去跑。所以，当你是前任领导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很简单，你要相信呢，下一届的领导呢会比你做得更好。第二点呢，你要回顾一下，你们要差不多卸任，所以要回顾一下。这一年呢，你们做的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就是要这样，你一定要回顾你自己做的很好，学习的很多，然后呢，相信下一届会比我们做的更好，是不是？是。好，现在我正式宣布，2018年2019年度醉花林华语讲演会的职位们正式卸任了。我们的会长会颁发一些感谢状和纪念品。好，谢谢我们 LG 总监陈泽奇卓越讲员为我们主持这个卸任仪式。好，现在呢由我们会长颁发纪念品，给予我们卸任的执委，感谢他们这一年来的付出。好，非常感谢他们。其实今年呢，他们也做出了很多漂亮的成绩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桌上的这些奖杯，拿了很多的这个就是为我会呢争光的。这一年的活动呢，有获得我们会员及卓越讲员10分，还有获得多增员奖，所以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比赛，所以我觉得呢
他们真的功不可没，再次给他们掌声好不好？除此之外呢，还要呢送上，除了我们这执委团，还要送上给予我们的组长们。接下来有请赵倩组长。还有陈珍妮组长，李兰冰组长，还有我们的常驻摄影员黄永明，有请。每次漂亮的照片看到在这个官方网站，就是他所拍下来的哈，留下的这个纪念的。好，接下来还有我们的陈雅水先生，有请。还在拍，真的是非常敬业。来吧，没关系，来，已经准备了，给大家给予他掌声好不好？他真的非常敬业，觉得我的岗位就是在这里了哈。可是呢，还要送上这一份纪念品。来，我们感谢您。好，待会呢，我们再来一个全体的，好不好？再次谢谢。我们这一年来执委团和我们白秋美会长的领导之下，大家一起，大家看到之前的这些花絮，这一年来有很多很多的活动，而且呢让大家在这一年里呢过得非常非常精彩。拍得到吗？会长到中间呢，会长啊，中间Arrange, arrange, arrange. Oh, arrange. OK, good. 后面大家看不到。来，后面哎。还是有一些可以到这里就看得到，还是有一些不要不要跳下去，不要不要，这样太危险了。从旁边，中间，就你们不用啊。对，因为我们觉得呢，要留下这一个呢，非常可以有纪念价值的。好，我们也请我们的司礼，还有我们第一副总理也到台上来，还有我们第四副总理蔡吉典先生，还有曾来发先生，还有我们的创会会长李崇海先生，还有我们的董事张明德董事也一起。来，我来，我来。Hello，Hello，Hello。太热闹了，太热闹了。不要挡住后面了，来，不要挡你啊，就是你。对了啊，这样对了，对了。没吗 ，Raymond？ 哎，你指挥，你来，我看。会不会站到这个字 ？OK， 这位先生，一点点力啊，对啊，好。圈看得到 ，OK， 可以。侧身对不对？对。啊，那这边有两位女孩子可以过去了，这边有位置啊，不要那边太挤了。好，对，好，看着我啊。好，给，好。好，大家往前看。哎，对对对，一点点没啊，对对，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啊，你啊，自然 ，OK， 好。哎，他也是专业的。1、2、3，3、2、1，等一下，泽琪看不到你。真的太专业，每一个都不能少。OK， 来。好的，来手拿起来，最棒的。记得哦，看我眼睛不要关哦。OK， 我拍得到你的眼睛就好。OK， one, two, three, three, two, one。好，谢谢。好，谢谢我们2018年、2019年度的执委，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董事，谢谢。好，请大家就坐。好了，我们现在呢给予热烈的掌声。
我们的会长白秋美高级同级讲员、高级同级领袖为我们致辞，掌声有请。尊敬的醉花林俱乐部第一副总理黄海清 PBM， 尊敬的醉花林俱乐部第四副总理蔡吉典先生，失礼陈可成，我们的87E Harris 总监，我们的 L7E 总监陈哲琪 PBM， 我们的 Lee， 我们的卓越讲员，我们的贵宾啊，主讲嘉宾啊，郑天登李天，还有我们的 L1 的分区总监温慧珍，还有我们的后任 L1 的分区总监刘燕芬 CC， 还有我们在座的醉花林的董事，我们的各分区的分区总监的分会会长，我们的友会会友，我们的会友们，我们的来宾们，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这一届2018-2019的执委团队所有的汇报就在刚刚大家观赏的四分钟的视频里面，我也不多说了，因为有好多好多的回忆呢在我们的记忆里面。这一路走来我感受良深，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呢是三个心。第一个心是我告诉我自己，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五个前会长都在用心的支持着我们的这个大团队，他们的无私的付出、无私的指导，这是我感到幸运的。所以一路上我觉得我的工作呢是轻松多了。第二个用心是我要感谢我有一群无私愿意奉献的执委团队，就是因为你们，我的工作才可以完成。当会长的工作只有三点，对我来说，第一就是呢要设立一个目标，让大家每一个执委都可以完成工作。那么第三点就是让大家可以在一个和谐的环境底下共同学习，一起成长啊。当然第三个心就是我要感谢的，就是这个醉花林华语醉花林俱乐部的董事，尤其是我们的司礼陈可成的用心良苦，对我们的用心支持，给我们有，就像很多人都说的，来到醉花林感觉这个环境呢是很舒适的、很优雅的，你们说对不对？对。给我们的醉花林的董事跟我们的自己的支持的一个掌声。我带着真心诚意的感谢我们的会员，就是因为你们对我们的信任，让我们可以在突破了100个会员啊，在华语讲演会里面是一个算是一个突破的。那最后呢，我真的很希望我们的新执委，就像我记得去年我们的郑来发大哥，我们的顾问，他送了，我不懂你们有去年有来的话你们会记得，他送了我一个匾啊，他里面写什么你们如果记得的话，他用醉花林演讲来标题的，他说醉茶醉酒醉演讲，你们记得吗？第二个字花，花红花绿花成林。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一个讲演会呢，就像是我要把，因为这是我们的传承，这是我们呢希望新的领导班子呢可以呢一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么最后我要感谢呢是大家，今晚我知道有三场创奇，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场合呢，我也是感到万二分的谢意，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最后我要祝大家身体健康，最重要的是要快乐要开心。我要借助我们醉花林华语讲演会的口号，就是祝大家什么忘记了，你们没有，我们的精彩演讲灿烂人生送给你们，谢谢。谢谢南珠妹会长为我们支持，请留步，请留步。好，现在呢我们有请后任会长陈荣贵赠送纪念品给予我们的白秋美会长，再次的掌声，也要谢谢他这一年来尽心尽力对我们本会的这个付出还有贡献，可以说功成身退，光荣卸任。哎，等一下，再拍一张，前一点。好。好，谢谢两位。好，请接着呢，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它是接下来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就职典礼。好的，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执委团到台上，有请事务长李文顺。助理事务长徐广志、黄永明。因为他在拍照，慢慢来，辛苦了。紧接着是财务长杨新立，助理财政长杨燕兰，秘书长许智慧，助理秘书陈琳，王凯旋，公关副会长黄文玉，会员副会长许智顺，文教副会长李兰芬，助理文教副会长方平，前会长白秋美，会长陈荣贵，掌声。现在我们也要给予热烈掌声，有请后任 L1 分区总监刘燕芬，上任讲员主持2019-2020年度的执委就职仪式。尊敬的翠花林俱乐部第一副总理王海庆 PBM， 司礼陈可成先生，第四副总理蔡继典先生，俱乐部各位董事，后任巴士区域总监 Mr. Harry Krishnan DTM， 后任巴士区域市场总监蔡杰胜 DTM，前巴士区域总监郑天登 DTM， 前国际讲演会理事傅金祥 DTM， 敖区总监陈泽奇 DTM， 敖一分区总监翁慧珍，各分区总监，翠花林华语讲演会顾问郑来发，创会会长李琼海，会长白秋美，后任会长陈荣贵，来宾们，讲演会会友们，晚上好。好。今晚我的任务是主持醉花林华语讲演会的就职仪式，让你们为眼前的挑战做好准备。我将个别的邀请各执委站前来，手持代表讲演会的金堂锤。
由我简述他们所应负的职责，请事务长站前一步。讲友会所拥有的资产将由你来保管，你将积极的在各个会议中带领迎接会友和来宾，使每一个来宾都有归宾至如归的感觉。你是否愿意尽心尽力的完成这份任务呢？是，我愿意。请财政站前一步。你必须为讲演会做出常年预算，负责精准的记录各项来往账目，确保会员的会费及时成交美国总部。你是否愿意尽心尽力的完成这份任务呢？是，我愿意。请秘书站前一步。你得保存讲演会章程，负责会议记录以及存入本会一切的书信来往。你是否愿意尽心尽力的完成这份任务呢？是，我愿意。请公关副会长上前一步。你必须带领策划与执行公关活动计划，包括准备宣传资料和出版会讯。你是否愿意尽心尽力的完成这份任务呢？是，我愿意。请会员副院副会长站前一步。你得带领策划增援活动，促进会友对于参加讲演会的满足感。你是否愿意尽心尽力的完成这份任务呢？是，我愿意。请文教副院长站前一步。你得带领策划副教育训有趣又充满活力的立场活动，让会友了解讲演会教育体系的益处，帮助新会友熟悉讲演会的各项活动与目标。你是否愿意尽心尽力地完成这份任务呢？是，我愿意。请前任会长站前一步。你有责任辅导新执委提供建议性的意见，协助贵会达到卓越的目标。你是否愿意尽心尽力地完成这份任务呢？是，我愿意。请会长站前一步。翠花林讲演会会长，你眼前的挑战是领导本会向前迈进，以达到增援及国际讲演会教育体系的个人学习计划和目标，请接受这代表讲演会领袖的金堂锤。金堂锤是讲演会会友们委托给予你们的权利的标志，请明智的使用它。为了成为国际讲演会的卓越讲演会，现在是拟定计划的时候了。作为领导，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份挑战，尽心尽力的完成你的任务呢？是，我愿意。
信不信？现在请所有的讲演会会友站立，右手举起。讲演会的会友，讲委会的成长有赖于执委们所采取的策略与行动，最重要的是各位的同心协力、集体合作的精神。请问各位是否愿意个别的以及全体的拥护以支持各执委完成任务呢？是，我愿意。谢谢各位，请就坐。在此，我很荣正式接任翠花林华语讲演会2019-2020年度新执委，恭喜你们。好的，谢谢我们的后任 L 区分区总监刘燕芬升任讲员，为我们主持2019-2020年度的执委就职仪式，掌声。好的，现在我们再次邀请翠花林俱乐部第一副总理黄海庆 PBM 到台上来颁发委任状，有请。从事务长李文顺，来看前面，看前面，前面看前面。好，好，可以。助理事务长徐广志，好，好。助理事务长黄永明。财务长杨新立，好。助理财务长杨燕兰，秘书长许智慧，好。助理秘书陈琳，好。助理秘书王凯旋，公关副会长黄文玉，会员副会长许志顺，好。文教副会长李兰芬，好，好。助理文教副会长方平，前会长白秋美，现任会长陈荣贵。朋友们，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我们2019-2020年度的执委团队，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呢
呢创造更棒的这个业绩，能够蒸蒸日上。来，我们拍一个全体照。那么希望呢我们这个团队，新团队呢带领之下，让我们创另外一个高峰。走真走你先坐这边好了，我有看到。对，这边出来一点，过来一点，这样子，这样看得到吗？这样可以吗？弯一点，对。这个麦克风。后面的中间的往后一点。麦克风拉下一点，拉下啊。对。那个证书要拿高吗？证书哪高？证书哪高啊？不要遮到脸啊，就在。好，可以啊。放在胸口啊。好，可以。啊，对，你的手，你的手。OK， 这边，笑笑，不会笑了。OK， 谢谢。西瓜甜不甜？谢谢，谢谢我们的执委团队。好。哦，董事们也一起到台上。啊，司礼，那有的在下面，还有我们的顾问，蔡吉德，还有张明德，我们董事 ，Mr. Harris， 上面太多了的，拉下，后面一排就好了，后面，下。后面，好，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个大团队哈。不好意思，你再退后一点哈。OK， 全部看这边了，看这边了，可以了。等一下啊，还没有啊，准备了啊。OK， 准备了。不会笑嘞，隆重不会笑。西瓜甜不甜？西瓜甜不甜？来个赞赞，一级棒。一级棒。哎，一个不够，两个刷零。哎，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执委团。那么，请黄海庆总理，第一副总理黄海庆留步，黄海庆 PBM 留步，好。好，现在呢，我们要请现任会长陈荣贵赠送纪念品，给予我们醉花林俱乐部第一副总理黄海庆 PBM 代理。那么呢，这一份心意呢，就是感谢醉花林俱乐部董事会这些年来对我们醉花林华语讲演会的支持。前面一点，前面一点，站前面。啊，还有爱护。掌声感谢，谢谢他让我们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还有让我们卓越的成长，这里就像我们的家，非常的感谢感恩。 好，再次谢谢我们第一副总理黄海庆 PBM， 感谢您。好的，现在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现任的会长陈荣贵先生为我们致辞，掌声有请。谢谢大家。尊敬的醉花林第一副总理黄海庆先生 BBM， 陈可成司礼，陈哲奇总监 DTM， 郑天登 DTM 总监，87总监Harris 先生，我们的顾问郑来发先生 DTM， 创会会长李崇海先生， L1 后任总监刘艳芬。这一届非常荣幸的被会推选为会长，所以我们一定会继续我们历届的精彩，我们希望他
他不只是精彩，我们相信以我们自伟的勇气和我们自伟的毅力，我们希望他会更灿烂。然后这一届我们自伟都有已经立下了几大目标，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来届能够建立一个更公平公正，使到每个会员都能够有机会轮替做会长，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会能够在我们这一年的领导下能够自给自足，我们希望我们每位会员都能了解我们要使到每个会员都有那个机会作为领导，作为比赛主席，作为筹委主席，都不需要担心我们的财务问题。我们会把这个制定好，然后细节我们会在例会上公布。那第二呢，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提高会员对作业跟领导职务的信心，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进来讲委会要达到目的。因为我们讲委会是双轨的教育跟领导两方面的学习，所以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想办法鼓励我们的会友，比如说设立最佳月份职务奖、作业奖、年终甚至年终奖，我们会在例会上跟我们的会员公布。那第三，我们希望每个会员都能够配合我们，因为我们的成功、我们的灿烂是需要你们一起，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希望每位会员都能够跟我们的自伟团队配合，因为我们是你们推选出来帮你们做组织工作、帮你们做领导，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们配合，使到我们这个自委会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的任务。那第四，当然教育发展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现在进入新体系，所以我的最佳搭档智慧文教前文教，那他现在担任我的秘书，他将负责教育发展这一块，使到教育发展有人来照顾，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经验丰富的，我就可以专心以我的团队负责执行的任务，希望我们的执行能够得到所有会员的支持，谢谢各位。好，谢谢我们的会长陈荣贵高级总级讲员为我们致辞。那么呢，有今天来到现场的有谁还没有加入讲演会的吗？举手，赶快加入了好不好？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的这个行程表呢，我们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例会之余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能够让你学习的这个空间，希望大家呢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那么在这之前呢，我想呢跟大家就是不要错过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特别讲座，就是关于易经与人际关系的这个讲题，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待会在我们的茶点过后呢，我们会有这个特别的讲座，还有呢我们会有一个主持新会员的入会仪式，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陪同我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圆满。那么呢在这时候呢，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拍照了。那么呢在台下的朋友，我们的摄影师很特别，就在台上拍下去，所以呢后面的朋友你要找位置了好吗？好，我们来拍一个全体照。 OK， 后面的呢可以站到这个中间这些位置，有空档的可以站到中间来，后面的
好不好？尽量拍到每一个人今天有参与这个活动，好不好？是我坐那边不好了啊？哦，好，谢谢，谢谢。好，今天大家要抓，看不要躲在后面，好不好？后面的，哦，后面的往前，不要客气，好不好？来啊，站起来，后面一排就站起来。好，好，好，这么帅气，穿的这么漂亮，要留下这个美好的回忆，好不好？准备好了吗？可以吗，老师？准备好了吗？准备了，可以的啊！来，翠花林华语讲演会，让大家希望发，发吧！祝大家希望发，赞赞！后面的高高手，哦耶！前面的两个啊，双赢，双赢。OK， 准备，赞赞赞赞赞，再来，来，呀，呀，很好，谢谢，谢谢大家，欢迎收看，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都如意。现在是茶点时间，那么好交流的时间，待会再见，谢谢大家，谢谢。